土豆丝整的好好吃啊。好多钱？好多钱？微信要要，快点快点，微信必须快点。Hello， 我是丹妮，好久没有带大家去吃炒米粉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去吃一家我外卖已经点过30多次的一家新疆炒米粉，走吧。老规矩。我的爆辣炒米粉。哎，我是真的喜欢他们家，因为老板巨好。土豆丝都是现切的。我每次给他们家备注哈，我不会备注辣死我谢谢，我就给直接给他备注老规矩暗号。青菜也会给我放很多。辣不辣？不辣。送你2瓶。谢谢。北冰洋和炒米粉才更配嘛。这是我第二次在外面吃饭，老板送我北冰洋。第一次是在金爪爪，干杯。斯文文学，丹妮的斯文文学。剩一口，看，哦，谢谢。你又送饮料，又送蛋糕，慢慢吃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老板送了蛋糕，我先吃一口哈，巧克力的。我第一次来，他又送我的烤串，对。面包铁很湿润，我感觉我跟我们小区楼下的好多店的老板太熟了。土豆丝真的好好吃啊。他们家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辣酱，他把它磨得特别细，就不会有辣椒皮沾到你的牙齿。今天的米粉有点断了。让我打个嗝。不错，气太足了，不好意思没憋住。他们家还有大盘鸡的炒米粉，对，那个巨好吃，但是真的要看运气，有的时候会有，有的时候没有，大部分时间都没有。这一碗是什么吃的？炒米粉，新疆炒米粉，好吃的，他们家炒好吃。
再来一点。但是他们家的辣味的话，其实在我吃过的这么多炒米粉当中，他们家真的算是辣味很低的一个了，但是真的很香，那不然我是真的不可能点三十几次。他们家还有椒麻鸡，椒麻鸡也可以，只是我不吃麻，太恐怖了。最喜欢这些东西了。我先拿一个勺子，其实经常会有小伙伴问，就是这你这样吃酱不咸吗？是真的不咸，哎呀真的不咸，它很香，怎么可能会咸啊。好吃的熏香炒米粉，它的那个酱真的，你直接空口吃都很香，而且他们家的酱真的巨多，我跟你说。再来一个吧，这太粗了。老板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没有没有，我扫了我扫了。好，给了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评论、点赞和订阅哦。还有不要忘了点亮小铃铛，以便及时收到我的更新消息。